林雨珊姐，我是玲玲，欢迎来到玲玲的钢琴小教室。今天我们要弹这首《快乐随风飞扬》。开始。
弹，你不要录了，好不好？我只是学。啊，你过后就不要录了，爸爸就不用剪那么辛苦了。Andy。相片接订阅，晚上6点多是相片，下次见，拜。